请您欣赏相声《打灯谜》，表演者陶云盛、李九涛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刚才是正好正老师，哎，说这个段子呢，是一个老传统相声。对了，叫吃元宵。嗯，他演的最好，太棒了。有一定的原因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大学生。哎，上过大学呀？有文化。对，光上个大学还不成啊！当年正好老师没来德云社之前呀、啊，他是沈阳电台的主播。哎，播音员呀？哎，播音的。对，哎，做节目啊什么的，策划呀。人家有一手，哎，对，有一定的文化底蕴，那可不，真是，他这是文化水平很高，是，好比是什么呢？您讲，好比是这个腿肚子上挂暖壶，这怎么讲呢？水平比较高，哦，比较高啊，对了，哦，哎，好比上这个裤腰带上挂暖壶，我这又怎么讲呢？还有一定的水平，一定，哦，挂屁股上的。哎，他有一外号吗？叫正喜病吗？正喜病、他可能还烫病了。废话，挂的暖壶嘛的，这不是夸一夸人家吗？啊，咱得向郑老师学习。哎，应该的。说做相声演员，除了有文化啊，还得有一个必备的条件。什么呀？脑子得好。哎，我脑子就好。反应得快。哎，我反应就快。长得还得帅。哎，我长得就帅呀。同意。还得没羞没臊。我就没羞没臊。大伙儿咋不瞧出来？你怎么这么没羞没臊？谁没羞没臊？我这说半天，相声演员必须的条件啊，脑子得好，反应得快。长得帅。是啊，你这半天我脑子好，我就帅，我是这模样啊。你头发少你不说呢？哎，废话，这都能瞧出来的呀。就是，不是再我符合这些条件，你符合了吗？符合呀。啊，我聪明啊，反应快呀。那倒是符合那句老话，什么话呀？聪明脑袋不长毛。哎，什么话呀？聪明绝顶，绝了顶了，那可不嘛，真是绝了。哎，你说你聪明啊？你说你反应快，是，这没法证明啊。你那检查报告也没带来，我不知道。干嘛？我演出来拿着报告来呀？谁能相信呢？大家都过路的，你说你聪明就聪明了，你这等于是诈骗，对不对？诈骗呀！啊，一瞧就能瞧出来呀。怎么瞧？看咱这模样。多聪明啊！这是今天吃药了。哎，靠药盯着呢。首先，我就不相信你脑子聪明。不相信是吗？因为后台啊，我们做过这个体检，每天都体检啊。是啊，我们这个指标啊都很正常啊。唯独他，我哎，他到那二龙路肛肠医院做完这个脑 CT 之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发现这个结果不是很美妙。是发现不了那个啊，二龙路肛肠医院查脑子去。他给我捅透了，你不懂这医学常识，谁不懂啊？这上下都通着。没听说过的，通的太低了呢。那不是你不用说这个废话，知道吗？你上厕所也得大脑控制啊。对，你不受大脑控制了，这人不就完了？哎，没有上肛肠医院。就你到医院做检查，脑 CT 照完以后啊，出结果啊，到那灯底下一看，是他这脑 CT 啊，啊，一看太可乐了。怎么可乐？咱正常这脑子怎么也得跟拳头大小。啊，一般都是拳头大小。他那个，我这个，得咱拿那个放大镜才能看。放大镜，拿放大镜才能看这脑。哎呀，啊，个儿也不是太小吧？哦，啊，各位吃过那个什么，八达木？八达木好，哦，大概杏核大小。哎，对了，也就这么大。哦，走道不能打喷嚏啊。我要打喷嚏呢。走大石料人，双手鼻子痒痒了啊。阿谦，是，脑子掉了。哎，啊，我鼻子眼也大点儿。啊，这么大个儿就把达木能出来，这个形容啊，什么形容？形容啊，脑子不是很发达，反应比较迟钝。谁迟钝了？就是你今天给他讲一笑话吧，啊，明天他就能乐。哎，我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？这，对，不是你甭拿这话踩唬我。不是踩唬你，我这说实话，大家都买票来的，怎么到这么神圣的这个剧场来？行，甭来这个啊！我得说实话。我今儿我证明一下我自己啊，凭良心。你当着大伙儿面，你考考我。你考考我，不行，怎么不行？这剧场不让借明火，怎么烤串儿呢？这么
冲进来，烤脑子，就是烤脑子，你那玩意儿也烤不出什么来，刚一放上就萎缩了。对，把当时烤的那个什么葡萄干了。就是你那玩意儿没死人个儿大。出题目考考我，我懂这意思。哎，我这往回折着说呢嘛。哎呀，考你脑子。对呀，智力测验啊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。这么多观众来了，最少得有100到200位吧。啊，200多人。看笑话来。什么叫看笑话？证明一下我自己。你受得了吗？你的自尊心。什么受不了？我行。哪方面？哪方面都行。脑子。对了。行吧，哎，这么办吧，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小朋友，是啊，咱们呢互动互动，啊、可以 啊，你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啊，啊，做一个智力飞飞飞，叫智力飞飞飞呀，就是猜呀、啊，猜题目啊，就猜点那个谜语什么的，哎、猜点谜语啊，行啊，哎，脑弯鸡转筋呢，什么的，哎，一套什么筋呢？脑弯鸡转筋，什么叫脑弯鸡转筋？就看你脑子啊，就是灵不灵活，脑弯鸡转筋嘛，那叫脑筋急转筋。脑弯鸡转筋啊，没有劲儿，没有劲儿，就是就出题目，出题，哎，先来个简单的吧，随便，咱们先别来那题啊啊，咱们先来一个最简单的啊，什么呀？学舌，哦，学说话是吗？学舌不是学我的舌头啊？谁学你的舌头？你学不了我那舌头啊，有点肥大，肥大呀，就是学我说话，嗨，学说话，不，那我得问问啊，中国话、外国话。中国话、外国话，开始挑战我了。外国话我也不会说呀。哦，汉语，哎，汉语那没问题。中国话、啊、也不说方言 啊，就说普通话，那更没问题了。哎，好吗？那咱学几句呀、啊？嗯，学几句、啊？挑衅，就三句。嗨、哎，甭说三句了啊，30句、300句都没问题，说不了那么长啊。说300句到晚上您还得补觉。啊，三句是吧？就学三句，啊、肯定学得上来。好吧，来吧，现在开始啊。来呀、啊。开始吧，开始吧。说呀，马上说得酝酿，酝酿，酝酿。开始啊，来来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，没错啊，这就错了。没错，说他脑子有问题吗？哎呦，没有问题，没错。你再晃一晃，晃一晃，晃一晃干嘛呀？啊，没错，没注意啊，没注意。不是，那你再说一遍，我出点意。再来一遍啊！啊，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，没错。错，没错。这都大合唱了，你还没反应？没错，还没错。我让你跟我学几句？三句、啊。头两句都学完，第三句你怎么不学了？你第三句还没说呢。错了。那小朋友好，你高血压都快犯了。哪儿高血压？不是你说什么？错了，错了！你说什么了？错了！我还要怎么说呀？哦，这句也算呢。好不好？那天文都听见了，你还没来？就这句值钱。就这句缺德，知道吗？就你没反应过来。你再来一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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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句不行了。那怎么着啊？我这复习来了啊，增加难度啊，咱们来500句。哦，加两句是吧？五句话是吧？好吧。确定五句、啊，就点意啊！来吧，来吧，就点意啊！这准错不了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，错了。几句了？三句了。又错了。不是你冷不丁问人几句了干嘛呀？这玩意儿考脑子不就得快吗？快吗？您这有点绕人了，主要就是机智问答。什么机智问答呀？你这反应确实慢。您换点，小朋友都明白了。小朋友拿着那枪，还有枪呢，好家伙！你换个题，换题，换题。这样，嗯，给你来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。可以啊，常识性的、啊。行，吃过油条吗？吃过呀，就是那这么长的那个棒水果了。啊，那这么长都没吃过，现在都这么长了都是。说那是什么呢？那个一根儿啊掰开了，那个加一块儿。啊，两根儿弄开了。油条吗？
油条子不都是那俩加一块儿吗？啊，这算一根儿啊？啊，是，这算一根儿。嗯，那大油条吃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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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买过？早点摊都有啊，早点摊啊，加一锅，是跟那炸，哎，炸完以后放那大篦子上，啊，那筐上，哎，好，啊，现在题就来了，啊，来吧，问你怎么炸油条最省油，少放点油。我竟无言以对。他说的确实倒是合情合理，是，但是不是正确的答案。不对呀，最省油到达极限的最省，最省油。嗯，把那油条弄得小点。你别炸了，你问，那你也得磕油啊，那你也得磕油啊。我这还不对，你别炸。那不知道了。嗯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。告诉你啊，啊，说怎么炸油条最省油。怎么炸？你敢吃面条啊？是多缺德的题哦，吃面条啊。哎，你来一碗那素皮儿，还得是素皮儿的，连卤子都不用。哎呦呵，啊，就来点盐花就行，是吗？不要盐花，哎呦，盐花都省。不要，就干吃，就干吃面是吗？怎么了？什么破题呀？哎，你来一个。哎，你说我这不好，你来一个。我给你来啊！哎，你来那大伙儿都猜不上来的，那准是猜不上来的。要猜，要大伙儿要猜上来啊，给你一个惩罚。什么惩罚呀？嗯，你先说，一会儿我再想想。他得现编着了，我给你来点，绝对谁都猜不着。要是猜着了呢？要是猜着了啊，咱换下一个。那就哎，听听啊，这绝对猜不着啊。啊，听啊，说这个变形金刚知道吗？哎，有知道吧？金刚啊，哎，对，浑身毛，哎，大猩猩是吗？扫射的。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就那金发碧眼美女。不，变形金刚，铁的。机器人儿啊，哦，这是一东北人，铁子，东北人嘛，还666那一会儿，你不说铁子吗？谁说铁子了？你说不是铁的，铁的，哎，哦，就机器人啊，铁的。说这个变形金刚打一人，猜吧，演员呀，机器人，不知道，打一人，猜吧，机器人，机器人干嘛？不对，小兰说的，哎，不对，小兰说的，不对，铃儿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那谁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说吧，说变形金刚打一人，谁打死了？我没明白，没明白。变形金刚打那人还不打死了吗？哦，不是说打一人打谁呀，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不是说猜谁。我没说猜谁呀，啊，我就说打人。我想多了，谜底就是打死了。我确实想过，哎，那你再来一个，我再来啊，再来个你也猜不着，我猜一猜，还猜一猜，嗯，听这个啊，哎，听这个啊，说是啊，有一辆汽车，汽车，哎，说这个汽车啊，嗯，有几个轱辘？五个，别蒙我，怎么五个呢？我说四个，不对，还一备胎呢。啊，直接知道是吧？好，五个，连备胎算是五个轱辘啊。啊，就一个备胎，啊，就一个呀。那弄多的是拉轮胎的呢啊，就一个啊。好好说这辆小汽车啊啊，有五个轱辘。哎，在这马路上呢高速行驶，在马路上的高速上行驶，在马路上高速度的行驶啊，就是快的行驶。哎，行驶有多少迈啊？大概80多迈吧。啊，80迈还不迈呢？这你还让不让你说了？哦，80迈够迈的，80迈就挺快的了，快的。哎，这公路上啊，前面有一大坑，在公路上，哎呦呵。大坑啊，大坑啊，大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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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汽车啊，以80迈的速度从这坑上过啊，噔，掉了一个。问你还有几个轱辘？还有五个。还有我，哎呦，这个05年的题还说呢？怎么还有五个呢？怎么你走着走着灯掉一个，跟轱辘有什么关系啊？各位可能没反应过来。他前面说一大堆几个轱辘没有用啊，他走着有一坑，灯是灯掉一个。你要说四个轱辘不对，他说灯掉一个，还有五个轱辘，常来这套，懂吗？你多缺德呀！再换一个，还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再你来你还猜不着啊？听这个啊，嗯，说这个26个英文字母，我多少？26个，我学的时候怎么24个吗？可能我又加了俩。你那个按折扣学，这行行，折扣干嘛？就是英文字母里边，英文字母26个字母，哎，啊，阿俄俄那个是吗？阿俄俄的嘛 ，A B C D， A B C D E F G， 哎，问啊，哪个字母最重？
你这说的有点邪性了。那你看看，他最重，哎，就到地上了。天天你甭来这个啊！问你哪个字母最重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告诉你啊，是 N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 N 重如山。你德高望重。没猜着。你这不绝对呀、啊？不绝对了。那个观众朋友们说了、啊、，D 也可以吗 ？D 怎么可以了？德高望重，德高望重吗？他比你那高级。哎，德高望着别人重。他不是自己恩重如山，重跟山似的，他望着别人不一样。那倒是，那你再换一个吧。再换一个，我猜猜。哎，再给来，你还猜不着？说我是没猜着，他们全猜着。甲乙丙丁，谁最酷？谁最重？谁恩最重？这确实最重。过去了，翻篇了，过去了。哎，甲乙丙丁，谁最重？谁最重、啊、到底怎么着，你有准没准？谁最酷？谁最酷？哎，甲最酷。不对，说相声甲乙嘛，甲就是逗哏的，甲最酷，跟你没关系。不对，谁呀、啊、猜不着了吧？猜不着了。嗯，告诉你啊，甲乙丙丁谁最酷？谁？丁，因为丁子酷。咱别说这个了行不行？咱别说这个了，老打那鞋没话，你猜不着啊！你不行不行，还不行！我给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我给你来一个，这个好啊！小动物题，哎，动物行，小动物大家可以参与啊，都是喜欢小动物啊。哎啊，羊吃过？吃过。见过吗？见过呀，活的啊，见过，能动弹那个？废话，不动弹就死了。什么羊两条腿？半只羊。赶紧猜啊！再不猜他们就猜了。废话，的羊都是四条腿，哪有？我说这就两条腿，没有两条腿的。喜羊羊。这个这，哎，不是这卡通人物算吗、哎？我给你买张票，你坐底下去。你又未必有人反应快。不是你下回早说啊！你下回，人家够早说的了，人憋半天了。哦，不是，这喜羊羊算是吗？我说不算了吗？喜羊羊不是羊吗？卡通人物也算，我说不算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们全说了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啊，摸着套路了，你摸着了，来吧，摸着了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摸着羊了，哎，摸着羊了，来吧。说什么羊两条腿？喜羊羊。好，人家告诉你们，哎，再来，什么狼两条腿？灰太狼。说会抢答了、哎，什么猪两条腿？小猪佩奇。哎，什么老鼠两条腿？米老鼠。什么鸭子两条腿？唐老鸭。所有鸭子，所有鸭子。这大朋友小朋友都给你机会了啊！鸭子，我真的要你先上来，来来来来。他那一个跟我不是一色，不行，不是你这好，你挖坑啊，前面的。不是挖坑，常识，鸭子都两条腿啊。你非得是想的还是那个喜羊羊啊、灰太狼啊、佩奇呀、啊？那不行啊！你往沟里带我！我再问你啊，什么马两条腿？我不知道了。奥巴马？哦不，我这边还有人，你看这什么破题呀？说有一只鸟啊，大鸟啊，大鸟，海上飞的那大鸟叫什么？海人家叫海鸥。他这钱太好挣了。怎么了？往这一站，不到二十分钟啊，他也就说了十句话。你管着，剩下全是您各位说，您应该你挣那钱给大伙儿匀一匀。怎么挣不了多少钱啊？我呀啊，这海鸥怎么了？海鸥见过这么大个儿，一会儿飞呀、啊、飞，一会儿飞人字儿，一会儿飞一字儿的那个，那不大雁吗？啊，都能飞。您就说是到底什么鸟吧？说这个海鸥啊，海鸥飞呀飞呀飞呀啊，飞呀飞呀飞。哎呦，好家伙！飞，一直飞，啊、是没白天没黑夜的飞啊，不分昼夜的飞。哎呦，飞着飞着飞到巴黎不飞了，啊、你为什么？嗨，他喜欢巴黎。不对，累了。不是，那不知道了。你到地儿了。到地儿了？您飞着飞飞到巴黎不飞了啊？为什么呀？到地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巴黎世家。啊。巴黎世家，哎，你看，不能飞了，歇会儿。这玩意儿还带广告的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什么破玩意儿？这多有意思！哎，又有这个描述，又有表演，又有笑料，哎，多好！哎、我再给你出一个、啊，你也猜不着。你再来了，我给你来压箱底了啊！还有最后一个了，哎，听着吧，
说啊，这太好了，这个啊，说啊，你说什么了？你这好着呢，说啊，说我们村啊有一大傻子，他不就是你吗？他比我傻，不没有可比性啊。就说我们村有一个大傻子啊，这个大傻子啊，不管你问的什么问题，他都说没有啊。一会儿你问他叫什么名字呀，没有啊。你姓什么呀，没有啊。反正就不管问什么问题都说没有啊。哎，就这个故事你听说过没有？说刚听。你怎么听说过呢？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没有啊。什么人呢？这是？他确实说了。昨天对节目的时候他说了，说一这个脑筋急转弯啊，你待会儿说，那个听说过，然后我说没有啊，这样就笑了。多缺德！你看你，确实是。行，这甭来这个了啊！我觉得啊，这都考不了脑子。还有能考脑？考不了脑子。哦。考脑子，得打灯谜。打灯什么？打灯谜。不行，灯谜太难了，容易把你脑子里边那个飞机都烧了。听说过，我告诉你啊，打灯谜，咱北京可有一外号。你在北京有外号？对了，叫灯谜姥姥。姥姥就是外婆的意思。对呀、怎么你打个灯谜，打着打着怎么变成姥姥了？我这灯谜打哪儿了？我这灯谜。对呀、你也显然是个男性啊，你怎么变成姥姥了？说这在北京灯谜界啊，不分男女。哎，这不分男女啊，这怎么就男的怎么能成外婆呢？就是打灯谜，谁都不行，谁都不服，我会姥姥了。啊，这是方言。对了，北京人说姥姥不服。哎，哦，您是灯谜姥姥。灯谜姥姥呀，真是啊，可见着您了。是吗？咱俩握握手。哦，怎么意思呀？我灯谜界也有外号。您叫灯谜姥爷。哎，是。他跑这配对儿去。哎，今天让你啊，哎，我给你拿拿龙。还拿拿龙啊？给姥姥拿拿龙。你来吧，你今儿个。我给你来一个啊！这样前面说你一大堆啊，咱算白玩儿啊。大伙儿就当十个了。这回要打这灯谜，咱得挂点赌注。赌注？嗯，那这怪不容易的是吧？说半天。跟你这么说啊，咱得赌点儿。打灯谜，赌什么都敢。赌命。命，直接弄死一个人。哎，您没猜上来。哎，不不不，命太大了，挠你让你乐死。干嘛呀？小点儿，小点儿。哎，赌半条命，半条命。咱赌点身上都有，都拿得出来的。哦，身上都有，都拿得出来的。哎，赌你一只眼，一只。你要输了，哎，扣一只眼给我。那我要赢了呢？还给你。哎，还得进去。这玩意儿有输有赢的。您这都太血腥了。啊，太。咱呀，干脆赌点钱得了。赌钱？哎，这样啊，咱也别赌太多了。是，毕竟啊，我们还是好同事、好朋友。就是，在公共场合呢，提赌字本来就不太恰当。是，咱别赌太多了。啊，赌多少？啊，这个一个人的这个，这个经济条件吧。哎，这样。啊，赌六万。六万不多吧？要不还是赌命吧。六万都拿不出来啊！废话，六万这豪赌了，这都豪赌了，太多了。那六千，6000有点多呀。六千六万太多了，那600不能再少了。600有点多，600还多，520。行吧，这人好啊，真好，根据自个儿的这个性格定价。哎，没听说过了，这不是咱就挣500块钱。行不行？可以，500块钱，不多不少。哎，对，500嘛。对，可以，谁都掏得起。哎，你要是猜上来呢，我给你500块钱。对，你要没猜上呢，啊，我拿你500。哎，没错，公平嘛，对吧？对对。现在开始啊。哎，就这个，全拿我的，怎么着？怎么全拿你的？啊，我要是没猜上来啊，我是不是得给你500块钱呀？啊，猜上来了，这500不得拿回来吗？啊，对对。是没错是吧？对，我猜上来，不是他猜上来。对，谁输谁掏钱。他猜上来这500块钱还得归我。凭什么呀？我猜上你得给我500。好，哎，提啊，来吧，咱们来一个这样的啊。这个题好。什么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。哎呦，这好，您仔细猜。说三头。
条腿，还有一只眼。人，猜的，哎，猜不上给5块钱啊？说完了，不是？那您这个再不是人都猜上了，打一个什么范围啊？没有范围，没有范围，像话吗？没有，你们就随便猜。不，都得有个范围。谁猜上了谁给谁钱？就得有一个范围。有啊，这是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。过年期间的民俗活动，中国的传统跳舞。您让我琢磨琢磨。拜拜。三头六耳八条腿，三头六耳，哪吒骑王八。过年期间的民俗活动，过年期间的，哎，庙会上耍狮子，还是那双人狮子舞？准备答案。曹老师，来。过来啊！我猜着了，掏钱吧，掏钱了吗？我猜着了，不可能啊！这题从来没有人能猜。不，我猜着了，猜着了。谜底是什么呀？谜底啊！啊！庙会上耍狮子的，不对，就这答案。不对，就这答案。那我问你啊，耍狮子有三头吗？你有三头啊？在哪儿？狮子一头吗？啊！耍狮子俩人俩头，加一块三头啊。六耳呢？有三头必有六耳。在哪儿？狮子俩耳朵，耍狮子俩人四个耳朵加一块六耳啊，八条腿。那更对了，狮子是四条腿啊，耍狮子俩人四条腿加一块八条腿啊。一个眼睛呢？对呀、啊，那一个眼儿呢？一个眼儿有了一点啊，不是你说一只眼？这一只眼到哪里去了？不是你说一只眼了吗？说我没说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哦，一只眼。对呀、啊，这小孩是不会撒谎的，各位。我一只眼。那我这不对了。当然不对。你这多少个眼了、啊？你这？不是，反正好几只呢，我这个。就是。不是，那您这什么呀？这个啊。我必须得说说。那多新鲜、啊！猜什么？不，我完全明白你。不，我这是不对。您得把答案公布出来。这玩意儿你拿。谁能说谁说呗。什么叫谁能？你出的题呀、啊！我看他们说的挺奇怪。不行，就得你说。那、啊、老不闲着，你来说。这个，半夜叫门卫生谁是吧？这不是啊，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。哦，哎，这个好了，哎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说吧，我一说你就得掏钱。啊，是。说什么东西？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？什么？这是过年期间的啊，这是我奶奶。你奶奶三头六耳八条腿？哎，对长辈不尊敬啊。你说的呀，你奶奶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，你说的吗？嗯，我没说完呢。我奶奶好了，这是一个顿号啊，还得说。啊、来，往后、哦、还有呢啊，这是说我奶奶抱猫坐三轮，嘿，没想到吧？就这答案，没想到吧？你奶奶，你光知道那什么变形金刚打人，那都不叫玩意儿。你奶奶抱猫坐三轮，哼，这题太棒了。这叫什么民俗活动？这什么民俗活动？我奶奶活动还不行、啊？活动啊，民俗活动，我奶奶就是民俗。你奶奶是民俗？嗯，什么民俗啊？就是老传统，老民俗。没听说过那个什么活动？过年嘛，过年串亲戚嘛、啊，是不是中国的民俗啊？过年串亲是不是中国民俗？哦，串亲戚。大年初一头一天吗？啊，过来初二初三。对啊，啊是民俗。腊月吗？行，腊月算是等一年吗？哎，等一年就过去了，这算民俗活动？算，当然算了。能解释吗？能啊。我问了啊，啊，有三头。有啊。哪儿呢？我奶奶一个头。啊，跟大家的奶奶是一样的。我行不行？抱那猫还一个头啊，蹬三轮那还一个头，三头。六耳，有三头必有六耳 啊！我奶奶俩耳朵，猫俩耳朵，蹬三轮俩耳朵，六耳。八条腿，我奶奶两条腿，猫是四条腿，蹬三轮两条腿，八条腿。一只眼，这他就没听题。刚才我不说我奶奶有一个头吗？你没注意吗？啊，我奶奶一个头，猫是还一头啊？啊，蹬三轮一头，不加起来不三头吗？哦，你不明白就在这儿。不，我知道这个，说一只眼。哎呀，六耳你怎么没听明白呢？我奶奶俩耳朵，猫还俩耳朵呢，蹬三轮俩耳朵不六耳吗？我知道。哎呦，八条腿你怎么没懂呢？我奶奶两条腿，猫是四条腿，蹬三轮两条腿加一块八条腿。我知道。我问你，一只眼什么？一只眼，一只眼。对了，哎，我赢就赢这一只眼了。怎么呢？我奶奶呀，双狮目，抱一个瞎猫，就得蹬三轮的啊，一只眼。谢谢大家。
家多好是吧？对，互动起来是相声就是这种跟聊天一样啊啊，这个不能有太重的表演痕迹。哦，那要是有表演的痕迹，那观众就乐了。哎，我乐了干嘛？哪有这样的？嗯，哪有这样的？哦，这说话聊天就能把您逗乐了。哎，是跟唠家常似的。对，其实我们说相声也不容易啊。您往这儿一站，半个多小时嘴不停。哎，这很累的，尤其人越大越上岁数越不爱说话。哦，他不跟小孩似的，对知道吗？这嘴老不闲的。哎，小孩儿这个不断根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啊，这个说话很累啊，伤气。对。他学过播音，他知道啊，他是学播音出身的啊，学过啊，他是河北外国语学院，没错，啊、学中文啊出身的。大伙别乐啊，我是正经河北外院学汉语的，对啊，跟出国学中医是一个意思。然后他修了一门播音，哎，那说话呀，一个播音员的主持人呢，相声演员呢，话剧演员呢，都是指着说话啊，语言的艺术。所以说伤气，对，说相声得有一个好身体，哎，另外刚才说了得有一个好脑子啊，再有不容易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你得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什么呀？嘴里边得清楚，哦，嘴里边不能有毛病。对了，哦，你上来说话，大家听不清楚，是听不明白啊，哎，听到这耳朵里它难受，对，那是一个很失败的演，哎，就累了，对吧？嗯，但你要说不从事这个专业，是无所谓，哦，您干什么都行，是你指着语言。干这个工作啊，那是很吃亏的。哦，不是，您举个例子说说。你比如说吧，啊，您比如说咬舌见舌大舌头。哦，没有歧视人家啊，就是您要说相声，实在是难了一点。哦，甭说相声，那电台啊，有那准点报时，对，您都有印象啊。啊，到整点了啊，现在北京时间啊，7点整完了。啊，对，都这样。就这么短短一句话，是，咱们让普通人说没问题啊。对，让大舌头。让磕巴啊一说全完了，哦，就是结巴说不了这句话，磕巴说不了，能说说不了，可以让他来，刚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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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，这就来了，啊，就刚刚，啊，刚刚刚刚才，啊，刚才，哎，就最后，啊，就一想，哎，说呀。北京时间，哎，就七，8:30了。然后本场演出到。